不过这个也这个时候接轨看一下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这个位置挺尴尬的，不好打。现在来直接支援过来，而且我们双方对方先换一波，先杀奥拉夫，奥拉夫倒了，这边有血池，但是自己的话应该是要被三阳换到一个刀背器啊，没有刀，换到一个治疗，治疗先让三阳，但是三阳有一个被动，三阳有被动，6666杀完就到了，还漂亮，看一下这里，看一下接了一下。现在配合我交代哦，闪现下进去，横向搞进去，看一下这波卡萨的闪手有闪现拉过来，直接切大，刀妹直接给炸断了，应该是要死了，岩雀，岩雀这边刀妹收掉，而且下路打起来了，这边没有问题，把这个虚弱，不用打这边烧这个闪现，想换小虎，烧这边先走，因为一个发生了，烧这边还有一张 Q 啊，那这样就应该出来了，蝎子拿到这个人头，但是我现在因为塔利亚。包括说塔姆已经停下来了，就怕接轨可能没有多少，这种情况大招了，血池还有闪现，后面哎刀有击，刀被挡住了，然后下回马，这波要被打，两个人又在用气，没想到吧？一边跟塔姆同时阵亡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点啊，你来抓接轨会有这样一个大的问题的，很搞笑，本来你也不能的话，你打团的时候要特别的。这波要打了，这波龙龙，岩雀是第一时间不在的，接回一刀啊，大单漂亮，先打这波前排，但是不能上，秒掉了，开始不收，在塔姆的洞穴里面死掉了，但是这波还能再换一个死掉，这波是打了一波一换二，一换三，对，好，这波的话可能中路要接了，这波直接开，但是大刀是两个前排，这波这个岩雀打了一个爆炸。这波吸血鬼过来了，然后我这边过来，先杀一个前排的修牌，单切到这边一 Z， 漂亮！这波应该有，小虎还活着，还在切，完全死不掉啊，对吧？感觉这个真正炸掉了那个时间，对，怎么炸了呢？去抓了我们的粉罩。又来了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一波。这波下路有没有机会啊？捡再捡再捡，小虎可以打断，捡漂亮！哇，那这波明跟上各种开，这反弹这个是想的太理所当然了。这波看一下，拉特跳，队友但是拉回来，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，现在上分都没回来呢。一下，这是大人头拿到血钻，一下看一下，漂亮，一下到，在这边的话要拉吧，要反拉。还是得看一下啊，对吧？换脸，换脸，对呀。这波决胜一波了，塔利亚被撞起来，塔利亚有机会打赢，金刚也打赢了，塔利亚，我进塔里头，进塔，大刀下路转到，龙，龙起来，一点点，九百血，炸了，拿到大龙，而且这边死，这个人这边要死了，直接被一个羊头撞死，这边亲子资源倒地，哎，收到了，要不要了？还没闪。这边是回家送给龙哥，这边奥要开了，是一个机会，这边开炸路，龙王的闪现交队，龙你死掉，龙王这个位置也很危险，炸了一下，最后近身等死，看到了，对，这波是哇，上路是三炮车，上路是三炮车的一波，可以，这波扎已经跳了过去，被风打断，现在拉一个扎克，拉一个扎克没了，不着急。先带我来，又在，又在，这边骑了半条血，这边保护在不多，又在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车甲，这波吸血鬼，吸血鬼的血也很低，但是血直接回满了，又在活了，又在把现在所有人点爆，小虎炸一炸，还有一个血池拉开距离，红怒吸闪现回来，但是这波中野已经可以了，对方中野已经死了，又在又骑满了，是的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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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把打的是真的很艰难啊！小虎最后还没有死，又在又被吃了进去。小虎的 double kill， 配合着超级兵，就是有血量的优势。这波奥拉夫直接来保了，香锅看一下香锅位置，这波要锁岩，香锅也是要上的一个主动 gank， 没注意到锅，都是不要强行打，先打一个先手还不错，打一个先手，打野，怕一下漂亮，拿到下路又要动炼金了。炼金里面其实不是，但是要注意，对方支援真的很快。闪现过来强弩，不给你机会，但是有闪现，往队友这边走，这波是要开团，先秒漂亮，是一个爆炸的机会。奥恩大招，这波大招给这断了吧？这波直接要被卖了，啊，这直接倒掉，这边还可以打，小虎顶住了，这波有护盾，漂亮，吃了进去。位置很不错，炸掉的是不给机会，太漂亮了，漂亮，哇，一波零换三。我看你这边绕，这波阴人好像看起来局势还不错，不过小狗的位置，奥拉夫这个位置绕的可以，开车开车先杀来前排，先杀蝎子布龙，
哎，今天过来要危险，吃了进去日子没有死，这里没死。还有金色没有击飞，追求完了全国信号的熊哥还在，但是没有兵线。那这波的话，会不会要叫一个人回去防止一下那种兵上高地了？这波有咱哎，一枪两枪。三枪打出来没有死也没关系，就走过来，说实话又给成功，哇，漂亮！有在这边很小心，闪现在躲，这里已经完成。这一波说实话，你早点落位，这闪现原来是要杀人了，直接杀起开。哎，但这个时候阿布都打出来了 ，Caps 这里撞了他，没有人补伤害 ，Caps 没有死，这波打的也成功。小火又被拉回来了，哎，这里哎，好像要被 Caps 收掉了，这波完了，一分，上一个小手机，那是。一个小时，一只小时。这波小熊会不会被一波啊？这一波，有可能会被一波。哎，不过塔利亚拿这个大追奥恩的话就不一定了。活下来 ，Let me。啊，活下来，拖住，尽量拖住。闪现马上哈！啊，哎呀，喷他 KO， 给 Rex 拿到一个喷他 KO。哎，但是只要赢。直接狙一下，沿路推回对方前排，小虎这边有水的，这里先打岩雀，岩雀倒了，这样的话形势很不错。奥恩还有中亚，这边拉过去一个肉，没关系，奥恩都吃进来，可以，这个叫小林，我不会让我的任何一个队友倒下，惹到那个待遇也是很足啊，闪现吃了一个奥恩，哎，这条女警，怎么看一下？有点惊血，但是瑞兹还有，这次还有波甲，看一下，站起身来继续打一下，哦，撞起来三个人，漂亮，吐出来。这边继续打对方的前排，这个都被抓了一个虚弱，这边可以说要超级兵拆对方的门牙了，最后一个门牙直接扫地，哇，时隔三年 LPL 将再次杀入 MSI 的决赛，最后再杀一个音乐的人头，漂亮，那这样的话